跟周慧宇第一次碰面是在岛上隔离的酒店，他就住在我隔壁的隔壁。他很高，一个又高又壮的人，每次在电梯那儿我一出去，我都是这样的。呜，看到他第一反应就是天哪，就是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参差。如果说用我自己的方式给大家说一下我看到的周柯宇吧，他身上有一种不太属于他这个年龄该有的一种谈吐，但我是觉得柯宇啊，你才19岁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。希望在接下来2年里面，保证自己要身体健康，把你平常爱开玩笑那一面多展现给大家看，多展现一下你活泼可爱的自己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